冲啊！哇，进水啊，水是硬的呢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森林。我今天被开除了，没错。老板呢，要我晚上来把东西给收拾带走啊。没错，我们被开除了。我需要拿我们的照片、电视荧幕跟我们的灯台啊。我们就把它拿走吧啊。怎么办？哦，可恶！臭老板，赶开除我，赶开除我啊！走开，走开！这些员工啊，你们没你们事很好嘛啊，很好嘛。我要收集一个电脑荧幕，拿起来。蹲下去拿起来 ，OK， 拿到电视荧幕了，好难操控哦，放进去，被开出来这么辛苦，进去带走啦哦，老板送我的呢，来上班第一天被开除就有电脑荧幕可以拿 ，OK， 带走，然后还要带照片，也是还蛮重要的回忆啊，跟这边公司人拍照的啊，以后就可以来复仇了。哎，我发现电脑荧幕不需要哎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就拿走吧，闪光灯、午餐盒在哪里？弄倒，哎呦，还有荧幕哎。哎呦，再干走一个啊！免费的，你们明天上班的一定会很辛苦。好，走吧，找到手电筒，找到了，这个我们要带走，走，真是的，好强哦！拿走，椅子哦，居然可以这样飞起来，哇！原来我们人站在椅子上，然后把椅子抬起来，我们人就可以实现飞起来的呢。减肥照，深蹲，减肥照，来手电筒进去 ，OK， 拿两个东西，剩下午餐盒啊。走，搭电梯走吧。为什么这两个电梯都是下来的？上去的电梯在哪里？我们先在这边找找看，午餐盒在哪里啊？啊，错桌子，走开！明天来公司的人自己打扫，活该啦！哼，开除我还要我加班加这么晚，最后一天，真是的啊！午餐盒找到了，好像宝藏盒哦。哈哈，这里是战场哦，怎么会变这样啊？哦，这间公司真是的，还好我离职离得早啊。我，箱子飞走了，东西不要掉出来！箱子，你干嘛飞走了？哦，人终于实现了飞行的梦想啊！哟，进去了耶！但是我怎么上这楼梯呢？这楼梯造反了、啊！这楼梯上去！谁推我？谁推我了？哦，算了，手电筒之后再说，我先上去楼上。东西都掉出来了！甩尾进去！可恶，甩尾！进去 ，OK， 都进去了，我就要拿去那个红色的就好了吧，对吧？不要，我要拿电脑荧幕走，我一定要干走一个荧幕，把你家的椅子也给顺便干走，管你是谁的，明天来没位置坐了，活该了，哼，被开除了啦，去找另外一份工作吧，哼，哦，超震震动，哦，我要起飞了，起飞。那我去当一个飞行员好了。没错，各位，我是来当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飞行员啊，我们要保持着这个人体呢不被掉落，对，小心要起飞咯 OK， 起飞 OK 哦，你们保持好平衡啊，我不会让你们掉下去的，有我在，就算我后空翻也没问题，你们要看吗？后空翻，诶，那怎么后空翻啊？哦，怎么回事，你怎么会飞走？哇，直坠毁！我不信你还不死，旁边那位，去死吧！太爽了吧，这工作好爽啊！不要急，我不会让你们掉下来的，相信我，对，相信我就对了。这份工作很难做，飞走，拜拜！你看你的伙伴跟你挥手了没？他在跟你 say goodbye 啊！他是黑人兄弟耶！抱歉啦，黑人兄弟。不干了，老子不干了！哇，你居然可以撑真的，最后一名，你很强我佩服你，我就不信你还能撑，往上直飞！没错，你果然不能飞嘛，我来直直的往上冲，不要管什么上升气流、下升气流了，走，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，对，哇塞，这背景太烂了吧！各位观众，来到100分啦，100分我们要干嘛呢？玩一些特技啊！左手边也有我们的环，我们就直接弯去左手边。嘿嘿，等，有点快，抱歉，震动，那个超自然震动把你震下去了。为什么随风飘扬？为什么你会死？我这份工作我觉得我做得很棒，我不想活了啦。哇，这边有大片的海洋而且这个你看，这个弧度的圈圈，我知道我们要干嘛了，走，我们即将抵达了亚特兰提斯啊，抓稳了，抓不稳的后果自负哦，抓稳了，冲啊！
哇，竟水啊，水是硬的呢。嫦娥奔月，我们男生呢是个大男人就要奔日了，没错，朝太阳前进吧。哦，抱歉，太阳太热了，我的飞机融化了。说到飞机呢，有升起就有降落，没错，我们到一个地方降落吧，就那座山了，就我们面前这座山啊。有人已经到不了目的地了，我会帮你转告你的孩子的，已经不要他了。各位准备好，准备好你们的降落伞哦，不是降落伞，就是我要平稳的降落，平稳的降落。OK OK， 降低你的速度，降低你的速度。OK OK， 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OK， 慢慢贴地面。哎，白痴，你轮子是装饰的。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会被老板开除了。